喊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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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起来啊！你们有没有认错过？认不识？您是买橘子的大妈吗？对。您是抱怨的那位阿姨吗？对，是的呀。你们帅哥记性真好。嗯。通过你们的视频，这个橘子呢，运动起来会变甜。对对对。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搓啊、揉啊、按摩啊，是不是？这我们原来不知道。谢谢你们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谢谢你们，应该你们这你们真的是棒。谢谢谢谢。谢谢姐姐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参加一个憋笑的挑战，我们不能笑啊。谢谢姐姐们，谢谢，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拜拜。后耳返是延时0.2秒，0.2秒是。就是，嗨嗨，泡泡，拍拍，这就是你们的实验内容。戴上全封闭耳机的成员只能通过耳机反送的声音听到自己说的话。实验中耳机声音将延迟0.2秒，星期二农历8月初8反送给该名成员。来吧，来，3、2、1，牵头。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白露。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著名正经严肃的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云梦半山，等一下，我念哪儿了？现场直播啊，现场直播呢啊！来到云梦半山路，来到云梦半山路的111号。别断啊！不是，我调不回去了。浙江广电集团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嗨放派成员们这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与主播深入交流。下面有一个详细报，真不行！哎呀，说详细内容，详细看详细内容，说收尾一定要有一个收尾。下面请看一下详细。下面请看一下详细报道。这么难啊？不是，延迟就会出现这个状况。不是，我是读一半，他突然延迟，就我前面以为很正常，你试一下就懂了。我跟你说，尽量每个字都对啊，嘉儿。来，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王嘉尔 Jackson， 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内容有著名正经严肃实验组嗨放派一行五人他们来到某甘仙山路。某甘浙江广电集团浙江这个新闻广播厅参观游学嗨放派成员就构造与常见这个
这个讨论啊，他们一直在讨论。你广东话可也可以。然后希望下面请看详细的报道。哇，这个真的是说不出来感觉，但就是会。毛干山，你去了毛干。莫干山111号。莫干山路。莫干山路。莫干山路。这不怪你。你试一下。怪他。你试一下你就明白了。来，我们准备开始啊。哎，来。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魏大勋。今天的节目主要要内容有。哦，这真，这个东西不好。嗨放派一群无人来到微微云梦幻，嗨放派一群无人人，嗨放派一群，嗨放派一群。来到北京的莫干山路111号的浙江广电集团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演播的厅参观游学期间，嗨放派。成员们就演播厅构造与日常生活被日常生活被用法展开了，就并就新闻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是深入交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哦，我这个为什么演的好久啊？一样的，好吧，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不行了，我垮了。你看你刚才还笑我，笑得这么开心。我没笑你。我干啥？我想问你，这是脑子有问题吗？就是不是，我想问你，就我们做不了，是因为脑子有问题？不是，正常人都不行。啊，是吗？所以他要是行，他就不是正常人。对，我们认真的，认真的，来一次认真的。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陈飞宇。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著名正应景元素实验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位于莫干山路111号的浙江广电集团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嗨放派成员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并就新闻主播的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开始了啊，三二。那咱们一会儿到那个屋咋办啊？啊，这只是一个热身啊。对，只是个热身，走吧。那我们就一起进这个沉浸式剧场去感受感受吧。提前说好了，这现在开始不能笑了，是吗？准备好了。不行，不能让他第一个，他进去一笑，我们全破防了，想破我防是吧？哇。
是在一个场景里，在我的英勇领导下，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哎，这有客人来了。怎么这么眼熟呢？当真啊！Doctor Hi，哎，这有客人来了，快把我放下。下雨了吗？哎，各位客官，这是我的娱乐公司，我是这里的老板，我也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哦。现在我代表我公司，带领大家来参观参观。好吗？怎么这么眼熟呢？是吗？他自己有娱乐公司了吗？对。几位老板，过来看看，有这本是最新出版的，很好吃呢。不是老板，不用看了，谢谢。大勋哥，哇，魏大勋，哇塞，魏大勋饼业，魏大饼业，什么？不可以下。魏大饼业，哎，来来了，几位，来尝尝我们的饼呀。祖师爷嘛，像像是不是一模一样？像呀，真的，一模一样。想尝，来来来，那你们拿着吧。行，谢谢。有钱。你没有钱。快，没有钱。你的店，你看，我没有钱。你的店，大哥，他们给你钱。啊啊！霸王餐是吧？没吃啊，没吃啊。没事没事，来来，小事啊。来，喝杯茶啊。你们两个，请进去。走。你们两个，请进去。走。哎呦，这不是加尔吗？来了用。又不给钱？你们说说吧，这事儿怎么结呀？都不说话了，行，我问问大哥。大哥，那个，大哥说了，大哥说了吗？你能听懂吗？你要能听懂，你就是我大哥了。他说，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哥几个表演点才艺吧。什么呀，这来吧，快点给大哥助助兴。大哥，行，大哥说不为难你们啊，没事，欢迎欢迎。嗨，我们一共有几个地方啊？It's a new food. Do you have food? Told off in your country. Do you have? Exactly. So you should try it when you come to China. You should try it. Give it a chance. This means so. Come on. 哥们儿，你们会英语吗？Like, you know, like, when you eat it, when you eat it, it tastes so good. It tastes so good, bro. Like, trust me. What's happening? I do like to eat your day. What's happening? 你好。我们这边不需要翻译，我们这边不需要翻译，不需要。你会说中文？会说中文。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臭豆腐本来就是家里，它很臭，但是它很香，你知道吗？你吃起来真的很香，吃一口就真的很香。哎呦，我的天哪！觉得不好吃就不好吃。你也跟我误渣渣的啊啊！你也跟我误渣渣的啊啊！真的啊，我跟你说，有事就说事啊！臭啥呀？
一嘴东北腔啊，你这哪儿人？我不是东北。他看车是东北反正没那么大太阳，我们东北啊，东北确实没有那么大太阳。先就是背诵臭豆腐，哎呀，我们先说臭豆腐的去听来啥呀？黄金啊，国民好毛巾，客官几位来金号毛巾了解一下。老板，来客人了。金号毛巾，国民好毛巾。啊，老板是不是？十一，哎，倾国倾乡的美，的美。倾国倾乡是什么？这条毛巾，才能配你。好，金号毛巾。金号毛巾。精致生活一定要金号毛巾。您贵姓？来看看。您贵姓？来，大家快看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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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金号浴巾，好棉好工艺的金号毛巾，双层纱布毛巾，极有磁力。双层毛圈，一面纱布，反正都好。谢谢老师。他说这个毛巾不能放碰到水，一碰到水就把水都吸干了。那是为了你的汗，你的香汗。香汗。对呀，双层纱布毛巾。金号毛巾是毛巾中金牌中的金牌，毛巾中的战斗机。国民好毛巾，国民好毛巾。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感动了。好了，带你们再去我下一个地点看一下。去吧去吧，李总再见，去找真相吧。金号毛巾，心理素质啊。第二关，梁老师，您守护的王牌是决战光明顶。哇！王牌关注神飞扬广角三射控拳场，决战光明顶。我们首先要比的呢，叫做暗箭难防，因为武侠当中啊有很多这个高手，他是自带暗器的。这个暗器由小及大，由远及近，和拳脚器械并称武学三大门。比方说金蛇镖，你一看这个镖就知道是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暗器。还有的是带毒的，就是暗器上有附加值，比方说李莫愁的冰魄银针带毒。另外的附加值很丰富，比方带内力的，像这个生死符，这点虚竹应该了解很清楚，把内力附到这个冰上边，扎到人体之内呢，破坏你的内循环。还有的《倚天屠龙记》里边那个霹雳火弹，周芷若使的，这个火弹随时能爆炸，还有现代科技的附加值，所以得用太极的劲儿把它化解了之后再扔出去。所以在金庸书里边的暗器呢是五花八门，有很多现代的充满着想象力的东西，所以那就看每个高手如何找到一款符合自己特征的暗器是。好。暗箭难防规则，第一人以无实物表演的方式将暗器扔向对方成员，中招者需表演出中招状态，然后由本队成员将暗器扔向下一人，依次接力，率先笑场者淘汰。还有谁不知道对方角色名的吗？等会儿，角色名他是洪七公。洪七公，小龙女吗？我还用说吗？这是小肥羊。从谁开始呢？杨迪，行嘛？那欧阳锋啊，都进入角色了啊！不要笑场啊！谁笑谁就输。我接下来要飞的是张无忌接招，金蛇追。对，一定要表演出中招了啊！怎么就扎到你那儿了呢？哎呀，
嚼我的蛇。乔峰接招，降龙十八掌。呀！哦，中招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砸！砸龙女啊！砸龙女，结交。结交，咱俩结交了。咩招啊？我用的是含笑半步真。上场了。那中招必须笑啊，一个含笑。阿凡提先生。人是欧阳锋。欧阳锋接招。哈哈，哎，情花毒，我真的好爱你。好的，杨过接招，山死佛，内力全损。这什么？我应该这你这招是什么功能啊？这个啊，你问一下梁老师。生不如死。呀呀，让我去死。哎呀，洪七公，接招，给招啊！啥呀？枣红钉。到我了，来一个移魂大法。你现在开始要听着我的话去做，起来，站起来，好，蹲着，起来，蹲着，起来，单脚，单脚。这时候人进入一个真实状态，你平常喜欢谁，这时你就会向他走去。对，去吧。哇，这个晚会终于达到了最高潮的部分，你们得到了，你也中了，你也中了离婚大法。哈、啊、我也中了。谁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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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七公接招，接着呢，给招，八花六合，唯我独尊。这个功厉害，这是暗器啊，这是天山童姥啊，这功返老还童啊，这招好。哦，樊龙，樊龙，对，哇，哇，这招打得我太舒服了，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打倒了高墙，太棒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呀，哎呀，人家真会功夫，好吗？对。我们这些三教九流，各位，我要出生死符。杨过，又是生死符。哎，我看我这块是不是扎个刺儿啊？是，怎么会有刺儿呢？过儿，我看看，这不是，不是刺儿吗？难受的。针眼。嘿、哎、嘿，嘿，转移了。怎么转移了？有个号。是在里边吗？自己出局，自己把自己逗乐，自己整出局了。由小龙女接班。哎呀，耗子，耗子，乔峰接招，降龙十八掌。滚！他准挪的，哎呀，哎呀，挪的，给不给？给了，给回了，给了。龙过去了啊，盘龙了，开始盘龙了。哼，来，哎，这个不是我跟郭儿
又震飞一个，只有一个是永远震不飞的。好，好孤独。刚才那轮是属于咱们王牌家族输了，明显笑的人偏多哈。是的，是的，是的。好了，各位，在深信不疑这个环节，考验的其实是一个演员的信念感，看看彼此之间啊，咱能不能接住对方的梗，能不能守住心中在舞台上、在镜头前的这样的一份深深的信念感。好，这一轮首先要互相挑战的是贾玲和子怡。我们输了。我们先来看看你们要挑战的片段是什么。疼吗？知道我为什么鞭笞你吗？我得穿成这样吗？你嫉妒。我嫉妒你什么了？离这么近。吴永安，我难道没有吗？你只爱你自己。胡说。来人，在。情形，发配岭南吧。哇！所以你是我的母亲。嗯、没有，你是那个大臣，就是后脚那个。来，舞台中间。贾玲姐需要躺那儿不？躺，你可别怪我一会儿搭不了了啊！你别睡着了，雪黏我。三、二、一 ，Action！ 皇后娘娘，根据您的吩咐，青女已经被鞭笞了30大板，好像已经昏过去了。被打晕的滋味不好受吧？醒醒！醒醒！太吃力了。应该滑出去了。开饭了。什么？哎呀妈，皇后娘娘啊，你是不是被打晕了？哎呀，皇后娘娘，不瞒你说呀，其实我是一天没吃饭，饿晕了。疼吗？不疼。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你嫉妒我？啊，我笑了。这个嘲笑用得好。我倒是嫉妒你的自信。嗯？你还嫉妒我有爱？来人，把青女发配了。皇后娘娘，你要把我发配到哪儿？发配到巴蜀。巴蜀，太好了，在四川我可以吃火锅。想的倒是挺美啊，要不去兰州吧？兰州有拉面。我觉得陕西更适合你呀。那我就能吃上好吃的彪彪面了。皇后娘娘，虽然失败的痛苦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从头唱，没合上啊！一起来，温柔的翅膀。哎呀呀呀！好
好难啊，哥！如果在一个舞台上刻意逗笑人，真的太难了。我觉得我完成的特别不好，不如让我们表演艺术家沈腾老师来一段吧。提议非常好，我们先来看看你们两个人挑战的这个片段是什么，好吧？ OK， 好。你会跳呼兰舞？你不是也会说中原话？看来你对呼兰很有兴趣。光想一想就觉得好搞笑。此次联姻，呼兰可是真心。我对你一直是真心的。妈呀，这一连串动作，这舞蹈，这段呼兰舞当时就是电视剧刚一播就直接上热搜的。你们俩演的时候同样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60 来记录精彩瞬间。好，二位准备好了啊，三二一 action。 没想到这么脆。吃差不多得了。怎么还顺子还拿不往这？呼兰王子，我有一事相求。说，可否不让倩儿去那遥远的呼兰？无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那我想请豫章王妃为我跳支舞，可好？像个山贼。那我就献丑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雄鹰展翅，这是乾坤大挪移。哥他没有笑，哥他没有笑。没看着，没看着，再来一个，再没看着，没看着。你转他正面。哥，你要不下来吧，纯看子怡姐跳舞，挺赏心悦目的。够了吗？什么？你果然没有骗我，你还真是献丑了。既然你觉得我跳得不够好，不如你来一段吧。来呀 ，solo， 那我们就来 battle 一下。如果你赢了，我就不带倩儿走；如果你输了，我就把你们俩全带走。这哪有个王子的样子？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轻轻的湖水，怎么被绑住了？这是被绑架了吗？这个胡子为了热搜，好心酸啊。这个舞你也能跳？当然，我可是花了200块钱专门学的舞蹈。那我们大家看的岂不是250？不如就把我带走吧。我认输可以吗？太难了这个。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这种复制的版本超越原版的。我也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超的有点远。超的有点远。抱歉抱歉抱歉。太烦了。
环节啊，考验的是大家的信念感嘛，因为各位都是这个大侠，行走江湖，百毒不侵。至于怎么比怎么玩，来小宋说一说。游戏规则是卧虎藏龙剧组正前方有五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箱子里面是臭气，其余四个是空气，而上阳赋剧组可以通过喷气后卧虎藏龙剧组的反应来判断谁的箱子里喷出了臭气。有多臭我们可以先试闻一下吗？哇，好棒啊。来吧杨老师，上来先让杨老师试一下啊。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今日的闻臭大会。听说之前闻过这个臭的一位工作人员骂街了。杨迪是不是男人就看这一下了？等一下，哇，哦，我哎呦，男人，男人，吸进去，是男人就憋住。不是，这个太容易猜了，太真实了。说实话，这个臭气不用特别做效果，太臭了。家族内部商量一下，谁是那个真正闻到臭气的人，其他只是烟而已。小童啊。这个节目要没有他就塌了。内部商议一下啊，内部商议一下。友情提醒，真的很臭。小童确实是我们家族最有担当的人。就你闻吧。就靠谁的眼呗。可以吧？行。我感觉花花担起了这个重担。腾哥你先上吧。腾哥好。哎呦，这站起来一下用了一天的体力，沉重的步伐，心理压力非常大啊。配上你这个辫子，特别想去就医的腾哥。来了来了，哦，连打，再试一下就知道还是真晕假晕了。来，假晕，你看，腾哥有人叫你回头，腾哥，就演得太浮夸了。怎么叫浮夸了？飘了。这个表演像300亿的。飘了呢？啊？咋的了？这演完了吗？睡会儿，腾哥。我们可懒得 cue 你起来啊！很臭，很臭，像什么样的臭味儿？泡烂的脚丫子，泡烂的脚丫子。下一个我吧，来吧，加油啊，贾玲，像我一样顶着往上上，上去吸去。再来，再来，好，完全按我的教科书来的。哥，会了，哥，妹儿啊，哥，妹儿啊，太像你的洗脚水了。哎呀，这真，哎呀，真臭啊！但你这个缓和的太快了，贾玲姐，肯定是假的。真的，这是？他没有，这不是哈，应该不是。花花，花花上。花花来啦！我觉得花花现在些许有些紧张。你在那儿唱歌，唱歌，唱那种高音，飙高音，花花。没想到在农历生日的这天还会遇上这样的事情。演一个最贪婪的音乐王子，冲上去。抖抖一声里的长发，记得我来而我何，谁来
生日快乐！太臭了！这个不像。对，我觉得不像。下一个谁？小童，你最后上。小宋。应该是小童，他们经常把这个任务给小童。来了啊，小宋，请接招。这也太假了吧！哎，好像就是他，对，闻到了，闻到了，太臭了。不错啊，不错，起码我俩戏路子都是一个。小宋，是吧？感觉是，而且小宋那个的时候，花花在那边是这样子的，他感觉他没演，还有个顶梁柱没上呢。咱们那个王牌家族的演技派。小童深吸一口，演给他们看。顶梁柱，请接招。漂亮，往小童往左站一点。被击中了，咋是一个流派的呢？好徒弟，太不容易了。好徒弟，太不容易了。回来吧你。快回来，快回来。小童什么味儿啊？是王牌家族内部让人心酸的味道。哎呦。哎，这个回答还想反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咱们认为其中他们最有嫌疑的人再来一下。贾玲姐没有，因为她玲姐太浮夸，玲姐那一看就是假的。我浮夸，我浮夸，重演一遍，重演一遍。我妈呀，我浮夸，现在就非常浮夸。我不行，论浮夸您二位确实很难猜。因为你们不会安排这种苦活在自己身上，跟演不演是没啥关系，就一看是臭气的。那个弟弟妹妹，我们身体啊，就我觉得按照那个就是他们这个辈分来分，对，先来后到，我觉得小宋的肯定被欺负了。对，应该让腾哥闻一下小宋的香子。哎，对了，好，离得近一些。对了，而且距离不能超过一米。对哥完全就是贪婪的那种吸，就是那就跟平时吃烤串一样，完全就是贪婪的那种吸，就跟平时吃烤串一样。我今天我就给诸位表演一把贪婪。哥，记住贪婪啊，一定要贪婪。好，就好，就是他了。大家再来，够不够？他一直在憋着气，不准憋气，呼吸呀。对，我们过来。我们不玩这个场外戏。但是腾哥，他刚才肯定憋着气儿。他一直在憋着。你也不贪婪呢。灵魂什么置换了是吗？这是要升天了。我觉得是宋亚轩的箱子里面是有问题的，因为腾哥闻完那会儿前面是一直憋着气的，但最后他没气之后开始呼吸之后那点余味的时候，他突然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干呕。哦，细节细节，那个是不是他演的，他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呕，就不往那个两位家长身上猜一猜。没有，你们这两位家长是绝对没有担当的，不要往你们这猜的。最后由子怡综合大家的答案，给出最终确定的唯一人选。我选宋亚轩。我选宋亚轩。那我们选小宋吧。选小宋，确定了。就小宋了，就小宋。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进行验证。我是闻过了。子怡姐，你试试。不臭不臭，这也难得闻得到。我去，平时家里也不会有这个味儿。我们一起吧，好不好？好，同意。对对对对对。
试试啊，试试，闻吧，闻吧。这汁肯定没味儿嘛。不是，不是，是贾玲的香膏。来来来，上阳副剧组所有人站一排，因为错的太离谱了，太离谱了，错的太离谱了，这是一种惩罚吗？所有人站一排，大家不，乔杉，大家集体往我这儿看，啊！天哪！太臭了！太臭了！哇！哇！天哪！这臭的味道！你们能想象我刚才吸进去三个圈吗？这个味道！太臭了！太臭了！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这个是个健康的气体，就是个整蛊的玩具，它只是臭而已啊，但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很健康，我昨天吸了一晚上，抱着脚睡的呀，哥。来吧。这轮上阳副剧组要挑战的是，究竟谁是那个真正吃到了毒丸的人？我面前有五盘哈巧克力，其中一盘巧克力是芥末馅儿，其他的巧克力是正常的。服下毒丸的那个人，他的手会控制不住的颤抖。好，我看出了一些端倪。杨迪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就是很痛，那个好像演不了啊，抽啊，控制不了那个。那个控制不了，他是肌肉在抖是吧？对。故作轻松啊，一伟。他们面前有一套茶具，请大家把茶叶放一些到盖碗里。注意观察啊，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动的啊。杨迪，你开了100档吗？下一步倒一些水在盖碗里，能不能让人先把第一步做完？第一步还在做。浇花的，我非常想控制住我自己，我尽力了，真的我尽力了。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小宋拿 vivo X60在拍你们，60倍的放大，你们每一个细微的小动作会被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无论你们怎么抖，我们这儿非常稳。一伟老师是最像的，对。一伟老师，你可以兰花指喝一下茶吗？你可以喂子怡吗？哎呀妈呀，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周一围啊。对，周一围抖的都重影了，是不是人能抖到的吧？杨迪，你敢给子怡画个口红吗？李姐，很快就好了，是不是？你自己来找他。杨迪，这确实有点瘆得慌。我给杨迪画一个好不好？可以。行。突然抖起来了。不是，我捏着。哦，捏着捏着。哎，你别说，还真乖巧了不少。乖巧。
乔杉哥可以也画一下吗？给谁画？给迪哥画一下。这不是那么疼，给就点个点就好了。眼睛。过了，过了。我觉得是，一维跟二姐夫你俩互画一下，互画一下口红。你就是想挨个霍霍个遍呗。哎呀，云红刚才一直哆嗦来，怎么的手没劲儿了？哎呀哎呀，突然来了力气。哎呀，电池不够了，中间断电了。那还演他干啥呀？画上嘴唇还是下嘴唇？来来来，停停，给自己画，停。给自己画，画好一点。又不抖了，给自己画又没电了。哎，这可能也是一种侮辱吧。画的还怪好的。想起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关了这个？可以关了，可以关了。我觉得一维老师吧。花花。我猜乔杉哥。哦，我觉得那个电的那个东西，它应该会让你的手时不时的抽一下。你用过这个抽一下？我用过。我投乔杉和周一维。理由？乔杉因为也就是纯演技出色。我们的演技怎么了？浮夸。告诉你一个细节，二姐夫刚上来的时候那一下那个动，如果是表演出来的，那个演得非常好。我给袁弘一票，但是我还少数服从多数，就是乔杉。就不选选别人了吗？先乔杉，我们定乔杉。究竟是谁真的吃到了毒丸呢？来，王牌家族过来验证一下。没有，哎，乔杉不是，肯定不是。袁弘，答案就是乔杉不是，肯定不是。袁弘，答案就是袁弘。你看，腾哥还猜对了。腾哥还是厉害啊，没人信他。老师，浮夸派的表演真的有用、啊、我一下就捕捉到了。花花你花花你感受一下。很懂吗？我也感受一下。花花，你去拿个水碗试试，端水行不行？端水能不能控制得住？可以吧。刚姐夫是控制住了吧？你现在嘴都不行了。就你不能放松自己。我看你倒水倒水倒水。所以杨迪你不夸张。对啊，我这没问题。这轮呢，两队打，然后还有两位啊，就不用进来。你的朋友，对，我都认识嘛，我确定就是因为是起码听说过。哪有这种朋友？有两位你听说过的朋友。见过没见过不知道。先说第一位，对，第一位他现在在路上，但是人就来不及我们今天的饭局了。谁呀、啊？对，所以先给你听听他声。来放一下，发发声音吧，还能猜出来。Hello， 大家好。这谁啊？你们猜一下我是谁？就因为本身跟你也不熟，所以道歉，有可能看脸我都看不出来，更别说只听声音了。
等一下，那个笑声，沈凌，我认识的人，沈凌，沈凌，我们真的很熟，就是沈凌，真的吗？说出他的名字，沈凌，沈凌，什么沈凌？周杰伦，我是杨杰哇，周深，周深，周深，知道吗 ？Hello， 所以你什么时候到呢？我等一下，我现在已经刚演出完，哦，得立马就去赶最近的一个班机。你是贾玲姐的好朋友吗？贾玲姐，我是吗？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一群假朋友是吗？我不知道。我贾玲的假朋友们。我跟周深也是，就是录过一期《王牌》。对。然后跟郎朗也是录过一期《王牌》，然后跟程程压根没有任何交集。他说姐，我是月华妻子的，我第一反应是谁的妻子？啥都不看。但是我跟周深演过情侣。哎呀，啊，你是在王牌。哎，弟弟，这是我弟，这是我女朋友小玲。弟弟好。然后今天因为是第一集嘛，所以也是。为你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做飞行，他可以马上出现。真就这个是我认识的吗？没有，你看看。现在这扇门每次打开都一副不熟的样子哈。有朋友到三亚了。哎，你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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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到三亚干啥来了？你好，你好，到我们黑龙江省三亚市。怎么你也在这儿呢？我在外边，让我等了一会儿。我一看这几个，你嗓子哑了？昨晚没睡好觉，我跟你嫂子吵架了。这节目都能说？你嗓子哑的，就是把嫂子骂了一顿呗。嗓子哑是这样。我一直在解释，你完了，我跟范丞两个人眼神又对上了，尬。我认真的说啊，他们俩在饭桌上老是眼神就飘开。糟糕，眼神躲不掉，想是就想要逃跑。来，对视十秒。对视十秒，试试看，试试看，来一下，破冰行动，破冰行动，对视十秒。来，三二一，开始。眼泪都出来了。哎，我跟你讲，这个对视很吓人。那这一季下来，陈朋友的一个标准就是最后一期，对，最后一期对视十秒。而且还是我失败了。对，你害羞了是不是？你毕竟是小女生。不是，我主要是看这，你看我跟杨迪，我俩能看一辈子。我能把他看走。看走。我一秒都撑不住。有想过往喜剧圈发展吗？想过。小时候的梦想是有真的有跟我妈自己说过，说我要去学小品。哇塞，真的。然后就没然后了，然后就上学去了，然后这个梦就被我妈粉碎了。就哎呀，后来我的梦想就是什么，就比如说刚接触什么音乐什么，比如说要拍 MV， 我的首个就是陈列对象就是贾玲姐跟沈腾哥。啥意思？就跟我一就可以一起拍 MV， 可以一起合作。伴舞我不会啊，不是，是我们三个一起就开，就是那种一起玩的那种感觉。那
这期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啊，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六月中，我六月底就可以拍。嗯，你没问题，这本来就是你的梦想。我没问题，我求你办个事儿啊。来，第一个题，自我介绍的歌。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那这是女生吗？我是女生，小小的女生。快看他，快看他！盯着点杨迪，我们大家啥意思、啊？你们可没在王牌里受过那种屈辱。哎，算了。一大早的给我澄清，我偷没偷过题？没有。又来这招？偷题呀、啊！又来这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谁能即兴想到这些东西？我唱啥都是偷题是吧？对呀、啊。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不是要介绍自己吗？不是要介绍自己。后面问他们会不会又聪明，他们小巧又伶俐。这不行，这是蓝精灵，你不但是这个歌唱的是他们小巧又精灵。硬要杠是吧？哎，行行，杨迪，我那个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我的心，这可以啊，有沙，有沙就算啊。嗯，那我滴答滴，滴答滴，有迪啊，找自己名字。哪个滴答滴答？李玟那滴答滴，滴答滴，你要这样的话，我一堆呢。小螺号滴滴滴，都有滴，我滴的更多，不算。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 ，OK。你确定这是个歌手吗？对，自己写的。毛不易的歌，毛不易。毛毛的，但是我差点没听出来是毛毛那首歌。别管我怎么得到你的微信，通过眼珠就算我的幸运。我也长得不算有多英俊，但是你的故事我都聆听，你的故事我都聆听。得唱点耳熟能详的歌。不是，我是个 rapper， 我得唱点 rap， 是不是？这算耶。那我也有，我也有。哎，你来来听听看。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算吗？哪儿啊？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可以吧？这可以吧？这可以。好，我这有，我这有。我就是一个演员，陕西话那版是吧？简单点，说话不放肆，简单点。刚跟贾玲学的，好听起来有点像评剧。你们，我就是个演员。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年少有为啊，这次。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不算。妈呀，有我的名儿在里面啊！这个为什么不算？因为昨天晚上给你的答案里没这个字。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杨迪的名儿都在里面，在答案之外开始发挥了，不算啊！必须按照你们给我的题。对呀、啊，有标准吗？有标准的，不算就算了。丑八怪呀、哎哎哎！马上就算了，我都还没唱完呢。我唱的他心碎，歌手行了吧？不行，太难了。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不算。泰山嘛，山东。我其实会一首雪村的歌，唱山东的，你想学不？雪村唱的山东，山东出好汉的地方。你唱一下。山东，要自信点。山东的那个出好汉，出好汉的地方。弄根葱，弄根葱，弄头蒜，弄头蒜，咱们喝他两盅。有这歌，有这歌，真有这歌啊！真的山，这首歌叫《山东出好汉》，雪村的歌。
你来来，你那个可以。我知道这歌的词儿，他想唱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咱俩一起唱吧，咱俩一起唱吧。预备，我。我是一只来自北方。作为音乐人，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唱歌跑调。不是不是，我不跑调，但是就是那调怎么再唱一下？我是一只，我是一个小小的石头，深深埋在泥土之中。不对，不是这歌，这绝对不是。你有年代感。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来。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来来来，就这歌了，就这歌了，完了。没唱，你没唱不行。来，你举个手。我的家在东北也行啊。我就是小二郎嘛。那你唱唱唱。小要么小二郎，小二郎。我中间为什么拉了一下二胡？小要么小二郎。必须得知道我从东北来的吧，要不然不算呢。小要么小二郎。哎，这个确实很适合我。带乐器，还有郎，对，二郎嘛，二郎。对，给分。哎 ，Thank you。周深，赶紧来一个。小小少年。不行。小小草算吗？为什么？我是我小小小鸟。不是。百里鸟算吗？不是。飞鸟和鱼算吗？不行。哦，鱼也不算，就是我唱的都不算。必须要落到自己，我是什么？我。唱不上来无所谓，但是在这一轮里，周深已经把脸丢尽了。本来其实还好，你这么一说，你这么一总结，脸往哪儿挂呀？所以我觉得梧桐在针对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呢？不知道，而且他还不给你弄一个人形。我在节目眼中都不是个人。在这一轮里，周深已经把脸丢尽了。就是你离这个造型越来越近了呢，好吓人啊！好像头发稍稍修饰一下，头套都不用戴就。我们现在第二轮唱大海有关的歌。我感觉我的词汇量啊，我也跟你坐这，我跟老。你为什么要坐到旁边去呢？因为我的词汇量我。太多，大海的歌。海浪无声，强夜幕深深。不算。是了吧？你为什么要打断他？刚才他好像有点唱不上去。是吗？没有。起高了。这算了吧，唱出来。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这是我的大鱼啊，哥哥们，算算，给点面子。哎，真好听，真好听。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算了吧。海鸥算吗？海鸥还不算，它都叫海鸥了。总导演，你做个人吧。周深大人呀，海鸥都跟海没关系了。海是长湖边的吗？真的是。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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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飘摇。海鸥都没算，海草也算不了。海草算了，海鸥算了，算了，算了。尝尝小海螺弟弟的劲儿。错了错了。哎。小螺号弟弟的吹。那跟大海海在哪儿呢？海在哪儿呢？小螺嘛。小螺。啊，螺地球的小螺。而且现抄我刚刚的歌。还有。小螺号弟弟的吹。唱过了。海鸥进来展翅飞。后面有海。第二次也算吗？不会，弟弟，你被哥哥套路了。偷人家的歌吧，得偷全，知道吧？算算算。军港的夜啊，静悄悄。军港在海边嘛，这个解释虽然。那海上。来来来。
海浪你轻轻地吹，哒哒哒哒哒哒，要不算了吧？你是不是想唱这句？我想捡漏。捡漏。我从你的眼神里面读到了。换人，换人。杨迪，这次绝对算。神神太平，神神太平洋的神神伤心。太平洋不算海，太平洋不是海，太平洋算算算。我有这个，我有。大海呀、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快快快，我一个都没有。李姐，大海，你不懂海，它会掉下来。他唱的是西湖，哎，怎么了？有没有海吗？不行，划海，我不了。需要你，我是一只鱼，这算了吧？不算，鱼啊，鱼在河鱼，你那是。羊，我通过这首歌的意境，感觉它是河鱼。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对了，我试着化身孤岛的蓝鲸啊，可以。我发现我运，哎，我怎么运气这么好？我再坐回去，还是周深的海，关于海的好像多一点。坐我这儿发现我没啥海的歌，好像你只有上一题的答案。鲨鱼、鲸鱼，快点。要不能做回来的原因是快想一个。海马没有这中文，我真唱了。海参呢？海参没有啊。海燕是个人。海参炒面，海参呀。海燕呐。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没有了，找字儿没了。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至少我们还有梦。干啥呢？他在找孩子。干啥呢？我们陪你在这儿捋呢。年少的我，仅剩一个人在海边游游游游，在头上，要有吧，这个有吧？等于我一坐过来，你就有。啊，有了。然后我一坐过来，你就没了。我是真没有。小妹妹，你坐过来。啊。跟海一点。哎，这周深。还海吗？周深总算回报我一个。小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海上。海上走。这是什么东西？太损了，这个。哥哥，这家伙该捕鱼的了，在海上走。原来人是纤夫，现在成叉鱼的了。哥哥，我在海上走。海神。不是，我唱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发现好不对。一点海没有。哎嗨哎嗨嗨哟，大棉袄和二棉裤，里面可裹着布。等一下，行不行？我想听一下总导演，不会觉得这个算吧？这不算，来给最后一个机会，谁来？我来。啊，是吧？三亚那个，欢迎来到天涯海角来。哎，这行。哎，我问一下，刚才那个哥哥在海上走，那个是什么歌？我想那有船嘛，但后面没想唱是河边。这个应该算的，这个应该算。超算了。你好棒啊！这道题对我来说太轻松了，就像喝的畅青一样轻松。哇，好想像你一样。能感受到。怎么感受到？能感受到。最后一个题哈，就描述对方的歌。描述对方。描述朋友什么？你好毒，嘟嘟嘟嘟嘟。可以，想想。小酒窝长睫毛。小酒窝长睫毛。哎呦，真的是，干嘛呀？说你杨迪哥哥。我温柔。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如果不是
不会确定。你朋友比恋人还懂得倾听。对谁唱？你得有针对性，啊。当然了，我们是唱青二人组。还有吗？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哎呦，好，这个好，好，好，好。直接一点，朗朗。朋友啊，朋友，朋友就喝一大堆，来点，来点。你们先来，先来，先来。你来点吧，不然你看我那服装，你不害怕吗？你知道吗？我们的规矩是要穿着这个演奏一场钢琴音乐会。那完了，那完了，那完了。所以你努力努力，给自己加分。你现在最怕的也就是我那身了，对吧？对，你那身是。不是他最怕，谁不怕？谁不怕？不怕。你那身这人物这么鲜明，谁见都嘚瑟。这身太吓人了。我给朗朗唱吧。啊，行，来吧。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好，好。你这现在不是让你点评，现在不是点评，你是主持人。我好啊，我确实好啊。好啊。贾玲姐的啊 ，Oh the single lady, Oh the single lad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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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这还可以，这还可以。你看人家，我在程程心里，小酒窝长睫毛，在你这里 ，single lady， 你伤害了我，还说不错不错。我这儿有，我这儿有。眼睛大得像铜铃，哪个眼睛大得像铜铃？动画人物呀！来，站下来。大不大？大不大？那我有一个补充的，我给朗朗的，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这是不，这是纯讲老乡的。我俩就老乡啊，东北人老乡啊。那不一定是朋友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比朋友还亲。不是，那大哥你是哪的？哪个？你是东北的不？你是东北的不？你跟沙溢哥是朋友吗？不算，不算。老乡归老乡，朋友归朋友。对。有些老乡专坑老乡。什么什么的相声魔术杂技。相声、小品，魔术杂技，唱给林姐是吧？对对，评书、笑话，后面这也能用。那如果是这样，还有说唱艺，说的东西南北中。去，别唱了，范丞丞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你看他的表情，我都不知道你们唱啥呢。你不知道吗？你在装？我当然不知道，你都上过那节目。实话远比我想知道你在唱什么。这是一档早期的综艺节目，专门演一些相声、小品、魔术杂技，里面还有说唱、笑话。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许愿杂谈。来，我，天底下走来个小小的你，哦，小小的你。哥，你的歌啊，就是那种老的那种，特别老，又土但很幽默，不知道为什么。对。哎，前几轮用过的歌能用吗？能用。只剩下山东出好汉的地方。前几轮能用吗？很头疼。你很丑，可是你很。我很丑。前几轮能用，最后再给他一分钟，还有没有最后的机会？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情人。原来朋友越你用那红红的嘴唇，让我人的香味。但他俩不是情人。
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俩，哎呀，咋的呢？别说了，为了点题，为了点一点尊严不要是吗？怎么那么委屈？哎，那这样的话，你真的是个 bad girl 了。You are the bad girl, bad girl。我才发现吴亦凡 bad girl。哎呦我的妈呀！那你这样的话，你可就是个 bad boy。好，就结束了，这个游戏结束了，我们那个公布一下分数。哎呦，哎呀，不会是朗朗吧？最后，哎呀，天哪！先有请第一名的哈，第一名的先选，杨迪。啊！天哪！我以为黑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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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来比去都是这个结果。都是因为我喝了畅青，喝了畅青，答题一身轻松。既然你们那么不想穿我的造型，你就自己穿吧。自己不能选自己。想啥呢？如果你选范丞丞那一套，我真的会揍你。你要选朗朗，我也会跟你断交。因为你选了丞丞和朗朗的造型，相当于我跟你讲，比这个，比这个还要侮辱自己，还要侮辱自己。这凉快，其实这个不行，不行。我咋的呢？我要不是因为你的整个气质很淳朴。我就这身了，可以可以，我就要这身。你真的要这样逆天吗？嘿嘿 ，OK。第二名沙哥，我呀，你来选。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这个呢，我就不自取其辱了啊，因为确实，因为这不是我本人嘛，也不能选，太不像了。这个呢，其实我如果第一个选的话，我也不会选。我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我不像有些人不自量力，你知道吗？这个呢，哥也不忍心。我还是希望让我儿子能够看咱这节目，看完能找到爸爸在哪儿，父亲在哪儿。爸爸你在哪儿？这身吧，哥平时都是就跟朗朗，我们成熟男性啊，都是这种。这个因为我也不敢选，这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到底是啥玩意儿？我这岁数也不敢冒这险，那我就选这个吧。来第三名，周深。我首先一定不会选这个，对吧？为什么呢？很适合你啊！你还问我为什么？有小号，大中小。我不。好，那我就这个吧。来，下一位是玲姐。我选周深的大鱼吧，就是也选一个未知的。哇、哦，你觉得你会后悔不？我不知道，但因为我想把这个造型留给丞丞，因为会很帅。你啥意思？你说这个，哎，你什么意思？你就给我安排好了，你就。你以为呢？会有别的反转和意外吗？你快去试衣服去吧。实不相瞒，朗朗现在极为紧张，我就看着大眼睛闪烁，眼睛瞪得像透明。没事儿，你穿上那个以后，你有多黑涂多黑，到时候不知道是你就还好一点。我会大声的喊，钢琴大师朗朗。太坏了！你记不记得国外有一个就是在路边儿捡东西呢，完突然间那有一个钢琴，他过去了，咔咔一弹，路人都惊着了。就咱就来这个。那个人也穿的是那种露背装吗？现在朗朗，你唯一的希望就是范丞丞。范丞先选，我就那你过去，你过去。那行，就没有负担，就随便选呗。会有负担，这有一双是最重的。有一双，你这二选一，你才难抉择呢。会反转吗？想先选，我就那你过去，你过去。那行，就没有负担，就随便选呗。会有负担，这有一双是最重的。有一双，你这二选一，你才难抉择呢。
会反转吗？我选这个，我选这个。狼哥，这不都给我删东西了？咋的了？你说你这是？我看看后背。哎，我怎么突然待遇这么好呢？今儿辛苦了，哥。我们确实觉得你很同情你。这样，来了来了，很有意思。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我在想，我还能不能回到音乐厅啊？现在。我你别怕呀，我们会在你后背上刻上两个字“狼狼”。哎，这个是两个字，来对视，一男一女两个人今天第一次见面，对视，对视，对视，十秒，十秒。干什么？要生炒 CP？ 然后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然后在这里。哇，你好啊。眉来眼去。那个你多大呀？我38。谈恋爱吧。差不多。两个字。两个人干什么？相亲。不是，换一个字，换一个字。这里有戒指，这有戒指。结婚的吗？对。阿公，参战一下嘛。参与进来。这个是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公子一下的。三个字，它是。这个木偶，不是第一个字是咕积木偶，鸡，第二个是我现在很生，鸡生气，机器人，这个。一起来，两个人一起来，三二一。鹿回头。鹿回头。就因为你这长脖子长得太长。鹿回头是我们三亚的一个景点。四个字，回是对的，回，这是什么？回抛媚眼。哎呀，牛怎么叫？牛怎么叫？回眸。蒙回眸。然后这是几？回眸一。这是什么？瞪。哎呦！回眸一笑。快笑！快点去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不是笑。可以啊，我们还是挺厉害的。我们乘客哈，配合挺好。来，奖励你们俩对视4秒。我们俩。三个字。这什么？划船。我们住在这个里面。房子，这是我船型屋。对。哇塞。四个字。我在干嘛？抓尾巴。不噜。我在干嘛？这是什么动作？捞。或者我在干嘛？那你在打人呢？干嘛？对。不是，我是一个这个。你是鱼嘛？对，他在干嘛？我们他抓鱼啊。他这个用这个字。断掌打人很痛。我在什么鱼？打鱼。对。然后我开门，我怎么了？哦，进家门了。对啊。好幽默啊！反过来。我从家里。从家里出门不？对，出什么打鱼？就差一个字了。出海打鱼。啊！
太大了。下一题。喂，三个字。赶鸭。赶鸭。三个字。赶鸭。还差一个字。赶鸭子。阿公，阿公，你是不是对我跟程程有什么意见？妈妈呢？四个字，四个字。我是一台车，我是车。我是另外一台车。很形象啊。我不是车变成了人。变形金刚。哇，这个厉害！哇，这个厉害！手上拿的是什么？风扇，风扇。大一点的。三个字。大风扇。好直白啊。他得插什么？插排插电。对，所以他是插座，插座，插头，插头，对不对？插头不是，风扇说对了。你插头是要什么？电，对，电。电什么？电风扇。风扇。对，这么难吗？电风扇。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说的知道了。他说的是当地的。阿婆说用梨话说嘛。用梨话哎。梨话我们听不懂嘛。知道就说不出来那个。不懂怎么叫。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阿公也好。简单啊，就是简单。下一个你得加油。是是是。不然就喝不着唱青了。就是啊。这。森林，这咋的了？森林是，森林是打药。那刀刀不是打药吗？我不是，不是，这热呀热！森林怎么的？这热，这是出事了，着火吗？啊对，好，拿这东西，拿东西来，来，灭火器。好了。哇！好，这个这一个动物，就最冷的那个北极熊。咱们中国最冷的地方这是哪？三亚什么人最多？东北。东北对了，第三个字。哇哦！哇哦！东北虎。好了，好了，好，下一个。哇！好，哎，这个。来，哥给你铺上，你就直接做个动作就完了。快，这怎么回事？这要举起来，举起来，这都举起来。说这人咋的了？说这人咋的了？这是要生了呀！四个字儿，说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四小长脸，四小长脸，对了，对了，对了。快到岸了，我们有什么任务在船上？发呆。阻拦赢。我们一定赢。发呆。不一定。要忍笑吗？来，请来领取任务卡。我们每一组有两次挑战机会。非常简单的任务，把杯子里的水全部含在口中，搭档面对面就坐，捂住对方的耳朵，深情语气。坚持30秒没有喷出或者咽下口中的水就算成功。节目组真的坑我们的，哪个男生敢喷女生？我喷死他。我喷死你。我申请先来，越到后面杂念越多。OK， 可以，晨哥组先来。哇，这口水挺多的。来吧来吧来。3 2 1，计时开始。我们根本控制不住要喷住你，控制不住要喷住你。要对视，要对视，要对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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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捂耳朵，对视，捂耳朵。你呀。
要控制你自己啊！你不要讲这一句，你不要讲这一句。我们再来一次好吧？我们重新试一次。帮我绑住邓超哥哥吧。哎，雪儿，我都不用说话，你不要再说，你不要说话。最后一次挑战，三、二、一，计时开始，三十秒开始。你们在捅别人耳朵啊！我根本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我自己很。要看呐、啊，要看呐、啊。对，深情对望。深情。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二五，二六。哎，把刘海给他看。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时间到，挑战成功。耶！刘海都没有用，这么厉害。主要这水太多了，你知道吗？太多，太多。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先来？好啊，我们俩可以啊。我觉得早点，我跟你说，越到后面，他们边上的干扰越大。你坐那边方位怎么样？他会逗你，他会逗你。我不会笑，真的吗？我很平静。三十秒，来，三、二、一，计时开始。莫斯科没有眼泪。好，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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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不起，阿三，对不起，所有全球亲子影迷会、影迷会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走开！对，这个讨厌，小锤锤，你走开！那个刘海是我自己给自己种下的，还要一次机会吗？你不要过来，我求你了，真的，黄队是最好的，李沁美不美？美，是不是最美的？最美，不要过来，求你了，来吧。来吧，最后一次挑战，三、二、一，计时开始。可没有，我也在动。你按住他的人中，你越捏他越想笨。二七，二八，二九，三十，时间到，挑战结束。阿萨，你刚刚是不是敲我人中了？我人中很痛。I'm falling to tell you it's over. Yes, darling.喷不喷水按人中有什么用？你又晕过去了吗？好，下一组。好，来来来来，一喷志玲姐姐啊！来，三、二、一，计时开始。姐姐喝完水的脸还那么小，好可爱哟！二八，二九，三十，时间到，挑战成功。为什么喷我？他说三十秒钟都可以喷吗？耶，又一个印章，后面的
谁在逗我们笑的要还呢，知道吗？好，下一组。他们不让我抱着帽子打架，你要忍住。不是，你要忍住，我不忍住，我觉得没事儿。这个喷水可以，他万一把那颗牙都啪喷出来了。来，三、二、一，计时开始。没反应，吓我一跳，我最怕这个。像热吻一样，像金舞来了都。像热吻一样，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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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陈赫的方式。哈，不好，不好。代表广大的观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你很喜欢，请大家一起鼓掌。大快人心，对不起你，不是他就做那个你的那个哼的那个，我就不是真的，他就一秒钟憋不住就喷出来。没事，对不起你，对不起。没事。好，下一组，来吧，来吧，来来，小鹿，我们就好好的过关就好了。哎。颜值最高是吧？来，三、二、一，计时开始。哎，这帮眉毛的。哇！哇！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未来。哎，你要不喷他，我就把你的秘密讲出来。他曾经跟我说。他喜欢一个女孩子，谁呀？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贾玲。贾玲，二七。时间到，挑战成功。好轻松。他们为什么定力都那么强？我知道，他把食指插进去了，整个插进去了，所以听不见。插了这么深是吧？下一组。来来来，准备。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没有什么仇。干了。未来的发展，自己想想好。我觉得他们这个我们得远一点。他们是直接，哇，就开始呗，躲吧，退，躲开吧。这他们的人物关系是这样的。太复杂了。我们说好了，公事公办，好不好？公事公办。公事公办，好不好？绝对不带。该赢的赢，绝对不带人身攻击。对，好。啊，好 ，OK， 好。来，三。二一，计时开始。他们真的要离远一点。哦，这。玩的太好了。
概是做戏，他故意要喷你，真的。他是故意要喷我。我所以你不要想那么多，一喝就啪就喷。本来我是君子协议嘛，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这一把我肯定公事公办，好不好？所以你刚刚没有公事公办，是不是？我们也是公事公办，刚才主要是实在是说不了。好，来吧，最后一次挑战，三、二、一，计时开始。其实这个游戏是玩旁边人，哪里是玩他们？哎，还不发力啊？虽然有点违规，但是我喜欢。他怎么喷？太好笑了。好，那现在我们公布发呆游戏的结果。这哪是发呆呀、啊？除了黄队和紫队没有完成之外，其他四队都完成了，所以每个队都可以再获得一枚印章。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有。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不要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输啊！哎，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哎，好，来来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请准备。六碗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几碗？再玩两把，你试一个，你试一个，再玩两把，秦老师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没听清，我要听清，你绝对不能再下，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请入座。他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能不能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七碗牛肉面。什么？什么？什么？我不服，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你等会儿。等一下。你把手放膝盖上。我知道了。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等着。
飞一会儿的感觉。让秦老师飞一会儿。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啊、请入座。这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啦。请准备三碗牛肉面，五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谁？你们伙儿，你们伙儿第一个。四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那谁是你？后两个是谁？我们俩错一回。来。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当然。我待会儿，确实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绿队内卷，内卷。注意力呀、啊！你来这儿干嘛？啊？不是注意力，注意力，注意点他。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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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晨哥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一个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不是啊，对不起啊。横店是个镇呢、啊。你知道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哎
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一二三，好，非常完美的起跳，下去，再看回放，有，难度只有5.2的动作，整体180。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是这样。不用了，没必要。没事儿，没有必要。我跟你说，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哎呦，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捋，挺多的。你算算哈。来，从这边开始。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卡了，坚决的老秦的，哎呀，我不想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不要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那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琢磨横店好像不是，是京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一横店，我更来气，真的。